今天很呛是吧？阿贝，出事了，阿贝，当个筛子。可不可以放心去一下下就好？感觉他技术真的很好，真的都没有擦伤，他是可能是下匝道的时候才去擦伤的。下匝道真的很难过去，那一条真的很小。他去修理无线电，那不知道地址，那然后用导航，那导航给他导上去了，他也没办法，就是前进了也没办法后退啊，后面都是车子啊。载货车行驶公告进行路段，依法举发。三百四，我可以不收了，爆啊！我可以不收了，我现在我会放下他了，我要准备赛了。警啊！报警啊！我他妈不来坐车，被人家双头撞。多少钱？340。300。340。说什么不对？啊？是啊！你今天考完牌？我要说报警。那是要乱是不是？我不乱。你是停我后备箱干嘛呀？不是好好坐车吗？我可以不收了。爆啊！我可以不收了。我再有乱我也放下他了，我要奖金赛了。好啦。怎样？我要警了。报警啊！我他妈不来坐车，被人家双头撞啊！